好，我们邀请编号三号的叶一文带给大家一首《心不了情》，掌声欢迎叶一文小姐。请问你是代表哪一间会馆？金门会馆。哦，金门呢，又是金门的。哎，金门我中枪，我中枪。啊，北派啦，北派，来唱好一点，来哈，来。编号三号的叶一文，请孙宝玲老师啊作评。后面的还好，我想讲不好也不行。好，这首歌曲我觉得你来唱啊，你太年轻了。里面这首歌的那个情，那种意境的感觉，或者若干年后你再唱，可能不一样了。
为什么我这样子讲，这个 feel 真的，你去看杨宗纬也好，萧敬腾唱，他整个是痛苦的投入，尤其是最后那一句什么缘难了情难了，下歌的第一句怎么唱，心若倦了，那你有没有倦了，然后泪也干了，你去想想他的歌词的那个意境的感觉，真的，因为毕竟你还很年轻，请问你失恋过吗？对了，所以你那个感觉你 feel 不到的，所以当你选歌的时候，当然因为这首歌是比较在 KTV 里面点歌率最高的，每个人都很喜欢这首歌曲，所以你去想想为什么杨宗纬会唱到整个趴下去，你去想想那个感觉，真的，我只能够这样跟你讲，因为这个歌曲的感觉你 feel 不到，但是有一样东西很可取的是，我刚才在注意听，我在想你的副歌那个回忆过去的时候你该怎么去诠释它，还好你没有是爆飙的高的乱喊的那种，你还很平衡你的声音，就证明一样东西，音色非常的集中，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好，但是稍微因为刚开始下歌，我知道你很紧张，那个感觉不是很稳，哎，不过还好 repeat 那个歌曲副歌的时候，哦，你开始飙歌开始了，不过这首歌很快完了，这个就是你的那个弱点的地方，但是我先跟你讲，你是非常可取，音色清纯，非常的好，明年加油再努力。好，谢谢孙老师。来，我们张老师，李老师，等一下那一首歌才轮到你真正的评的哈，这个由给张老师评先。哎，叶小姐，我觉得你的音色是的确不错，很好。那么，因为这一首歌它的真正的难度是在它的高跟低的位置，就是你必须要有张力，我们讲唱歌就是讲张力，张力就是在轻的部分，你的咬字非常的要轻，但是要到位，就是非常吐词要非常的轻，但是你刚才的吐词在轻的部分稍微有一点拖倦了，倦，你是倦了，然后稍微有拖了，那么在轻的部分我们还是照唱，但是那个字还是要洒，非常洒脱，那么在中间，因为这一首歌我们讲唱歌要有三度音，三度音的意思就是说好像你汽车这样有一号二号三号 gear， 那么你在开始的时候一号 gear 你进对了，但是你在上了在高速的时候你二号三号在衔接的地方，你的突发力跟爆发力没有办法把你的音量推出来，尤其是在第三次副歌的时候，你的音量没有办法达到爆发的点，所以我们感觉起来你是有一点力不从心，但是这个方面可以加强，你要回去练多一点丹田。那么在最后的部分，那个缘难了情难了，那个收音的部分你要收到要很自如啊，这个刚才我听了你收的时候还有一点的飘，还有一点的浮，因为什么，你的气还撑不到，这方面你再回去加强啊。好，谢谢我们的张老师啊，谢谢老师 啊，其实对我们复兴会馆主办这个比赛，我们的歌手们都获益不浅，因为当时我们的林总务叫我来协助这个工作的时候，我给他个提议，说我不让他创一下，请一些资深的评委来做这样的简单的评委，他接受我的意见，大家觉得这样的意见好不好，他们说好不好吗，啊，这个就是创意，可能明年会又更好的一些创意工作，啊，谢谢总务给我的创意的机会。